居堂，不止这样，演唱会压轴邀请到的是金曲歌王萧敬腾，让歌迷嗨翻天，大饱耳福。力保元旦最强卡司萧敬腾压轴献唱，一连两首情歌抚慰歌迷的心。料理主厨拿着锅铲器具，一边唱一边敲敲打打。他们是森林之王的歌手，元旦当天相聚舞台，开心合唱。就连狼人杀偶像伍佰晴也到场合体唱歌，炒热气氛。跨年跟元旦，力保一连两天举办演唱会，邀请许多大卡司到场合唱，让歌迷大饱耳福，迎接2021。记者陈广瑞、刘慧宇台中报道。